今天呢，要继续来玩我们的暗天使。哇！他真的好美哦。不过这游戏真的是倒是这真的是怎么讲啊？非常的吸引人啊！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的成功，尤其是在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游戏啊。好怀念我们以前玩的时候哟！你看这边就是一开始新手的样子。老实说，我觉得慢慢练上去的比较好，比较不会一下太多东西出来，你就会很难适应。排行榜战斗力第一名的玩家，那目前排行榜战斗力第一名的玩家是这个君莫红啊。他们简直排行榜。那我们看一下装备好不好？这期排行榜的题材，我们之前是不是有讲过啊？不过给你们复习一下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里面一些装备，真的是非常的稀有，尤其是武器的部分啊。哦，多神明整套这样子。王朝整套，双耳环加双戒指，排行榜战斗力第一名的玩家的一个装备都在这里了，他装备及武器都在这里了。刚才就是有很快速给你们看一次，欸，所以第一顶是暗天使啊，哦，这边要武器。